大家好，这里是畜牧飞翔。看一下，这一台是大疆的 Vue Air 2，标配。它有着前后下三项避障，而且是大疆的 O2 涂床，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。虽然说呢，能过2天就要出 O4 涂床，它能飞到20公里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10公里是完全够用了。高度是500米。我先起飞。来转一圈看一下它的外观。其实它就是一个 Vue 2的一个缩小版，包括它云台四四方方的造型，都很像 Vue 2的哈苏版。它的智能功能很多，有 8K 的延时摄影、一键短片全景拍摄、渐远螺旋、冲天环绕，还有彗星拍摄。我个人最喜欢的呢，还是它的跟随，它的跟随是比较智能的，有机会的小伙伴一定要亲自体验一下。而且呢，它的云台角度可以向左右两边旋转到90度，看一下。这个呢都是最新款的 Vue 3做不到的。虽然说大疆不知道为什么要取消这个设计，而且我觉得 Air 3应该也没有这个功能。它的续航时间算作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准，34分钟。实际使用下来应该也有个26、25分钟这样子吧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大疆的 Air 2，现在它的价格是挺便宜的，有人喜欢不？